上个视频我们解锁了库鲁巴集合点，这个视频我们来单刷木星 BOSS 阿拉的 V。 但首先我们要先解锁木星的 SIP 节点，才能到达阿拉的 V 所在的节点，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法印炉。我们先去破坏两个元素亚宁器，使用轻战武器的阵地中期摧毁元素亚宁器的发光部件。头顶的风铲如果打不到，可以用主武器射击。来到对面的目标房间，摧毁三个海三处理器。回到反应炉这里，解锁这个控制台，开始超载反应炉。超载系列上传需要90秒的时间，器物新能传员会逆转我们的超载程序。看到他们时，请尽快击杀。90秒后，超载程序上传完毕，前往撤离点完成任务。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刺杀帕拉德威尔，跟着黄色任务点找到他。他的宠物 The Nuke 猎犬也会和他一起战斗。战斗开始后，我们要先将帕拉德威尔击倒。然后再去攻击他的守卫 The Nuke。如果在短时间内你没有能够击杀 The Nuke， 他会复活帕拉德威尔。重复上面的步骤，直到阿拉德威和扎努卡同时被击倒。刺杀完成，来到撤离点完成任务。